勿使用所爱品牌。蓝牙模式。蓝牙已连线。大家早安。昨天才说，然后昨天十二点前就要交，然后昨天直播的时候说吧，然后十二点前就要交了，然后我还要工作，我哪有时间想的？对啊，我想说算了算了算了，就是这个就是命运啊，就是想不到就是想不到，不要勉强。谢谢风的分享，勉强换一个我也没有那么，就是我也没有，就我想不，应该说我想不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名字，那也不用勉强换一些就是。可能就是觉得还好的名字，就那样就好，就顺着那个原本的风格就好。谢谢我的分享，谢谢这位的热气球。Hello， 五一。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谢谢黑姐分享，谢谢木易的热气球。大伟你好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顺其自然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请大家继续支持一步诗，热气球。
拍录音，我们现在的小鸡宝宝安安算了吧，讲到安安，算了吧。阿佳好，一翔你好。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？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。谢谢热气球。本来我拍桌历的时候，安安也要陪我去，本来说好是他陪我去，结果他突然不能陪我去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有余裕拍起来，还是没有余，然后也没有多的记录可以发，很可惜。希望明年他不要再放我鸟了。谢谢魏宇的分享。对啊，希望明年他不要再放我鸟，就是觉得很可惜，因为也没有别人侧拍，然后自己要用很多东西，就希望他明年不要放我鸟。谢谢黄黄月三回的票。嘉明你好。对啊，本来是已经就是说好的，就是讲好要一起去。Hello 关毅，其中加油，小草 Hello， 小初慢鸟，雷神你好，默默你好。发誓要更努力。谢谢晨晨的月三元票。Hello 贝子，等下一个天亮，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？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应该要叫他请求，没有了也不算。其实是因为他本来就这个本来就不是他工作，他本来是要请假陪我去，只是因为生气的点是本来不是那个时间拍，然后本来是别的时间，然后陈思雅可以陪我去的时间，陈思雅跟李彩杰可以陪我去的时间，然后可是他那时候觉得他那时候说那个时间点比较他比较不好去，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就为了他换了时间，结果换了时间之后，那个时间陈思雅跟李彩杰都不能陪我去，结果他不能陪我去，就觉得很烦。请开喽，金西跑鸟头笑死你好。对啊，很尴尬，就本来的时间，我本来就是跟他说我想要赶快拍拍，我想要赶快拍拍，然后他就一直觉得太赶，我就说不会太赶，我随就是我的一直准备，我随时都准备好可以去拍，因为就是。因为我两个时段的拍摄时间前面都是很多工作，所以对我来说没差，对我来说两个赶的时间是一样的，所以对我来说没差，然后只是有一个是他们都可以陪我去，然后一个是不确定，然后就换一换变成没有任何人陪我去。谢谢放一放热气球，谢谢分享。袁丽你好。但是因为本来就也不是他工作，所以我也不能怎么样。如果是他的工作我还可以生气，但我现在没有生气的立场。谢谢微微的香槟。谢谢微微的香槟。对啊，尴尬的点是我也没有生气的立场，因为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工作。世界的大鼓 Hello， 谢谢香槟。噔噔噔，就我们就展望明年，希望明年可以更好。对啊，很尴尬。对啊，就算了啦，就希望大家如果有就是拍不好的地方，大家多多包涵。我能怎么样，我尽力了。因为我也没有请妆发，但我本来是跟安安说想请妆发，然后可是我们后来讨论是觉得就是我想呈现的不太需要妆发，所以后来也没请。但我们本来是说好不请妆发，因为我们想呈现的不需要这么商业感，所以呢他们帮我妆发你知道吗，本来是说好那我们不需要那么商业感，那就是可能陈思雅帮我，或是李彩杰帮我，或是安安再帮我，本来是这样说的，结果就变成一个人孤立无援。切个一次热气球，嗨就是。那如果早知道这样我就请一个妆发你知道吗，就是那时候我也觉得好烦哦，因为他是前一天才跟我说他没办法去，我就觉得哦，就是我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了。突然想到这个，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自己蛮强的。拍了算是两天吧，一天半，
茶叶蛋哈喽，谢谢你们的安慰。我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，我前阵子太忙了，没有空想这些事情。对啊，然后宋宋本来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去，然后是因为我是跟宋宋说，哎，我一个人这样子真的太尴尬了，然后我跟摄影师两个人，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我一个人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拜托宋宋说你起来啦，阿良哈喽，燕山哈喽，鸭饼好，你赶快来一起拍，不然他本来没有要一起拍。谢谢分享，炯炯侠友，谢谢泽泽分享，谢谢肥象圆分享语。冬天过了还是会很。谢谢欧表分享，对啊，感谢宋宋，谢谢欧表的热气球。虽然没有跟摄影师不熟，可是就是还是觉得很尴，就是还是会有点尴尬，还是会偏尴尬的。但是因为这次拍摄有跟摄影师变比较熟，本来我们没有那么熟，然后因为这次拍摄有变更熟，也是不错啦，也是不错。所以希望大家支持起来，我用那个。血汗换来的桌力，对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很熟，因为之前的工作每一次都会有安安嘛，所以安安都会在旁边，所以我也不太会就是单独跟他相处。小薰 Hello， Dancer 你好， MM 你好。小强 ，Hello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就只是觉得想说，哎，这次我已经很早就开始处理这件事了，结果还是很失败，觉得好挫折，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最好的待遇那种感觉。HKI 你好，帅哥明辉你好 ，Hello 莫桑。明年不要相信安安了，明年我自己处理好了。现在卖比钱多，我加油。国豪 ，Hello， 李怡你好，嘉恩你好，谢谢分享。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历吧？就是你本来说我要自己处理，然后就是你的好朋友跟你说，也不算好朋友吗？他的角色很特别。你的同事跟你说没关系，我来处理，然后结果最后处理了。很尴尬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泽伟 ，Hello， 杰成，你好。也喜欢我的纪律。中文显摆开心，好。叶梦桑，会员票。对啊，大家应该也有过这种经历，我就是这种感觉，这样蛮多的。对啊，这有时候比较尴尬。阿坤，你好。也不是没处理，就是没处理好，然后你也不能怪他，这样，只好臭脸。可是臭脸不能解决问题啊！我现在只是回头反省这件事，想说下次要怎么处理，下次可能就要自己盯紧一点。家规的热气球，因为我太信任他了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会处理好这样。谢谢米酒的一颗星。独占你。叫一部诗啊！我刚才讲完这个故事，现在樱花花束，因为时间太赶了，我没有想到更好的名字，所以就叫一部诗。谢谢好玩的一颗星，叫什么名字你们也不会在意啊。娜娜 ，Hello， 所以就叫一样，不要再问我名字哦，拒绝回答名字的问题。对啊，太赶了，我真的想不到，真的想不到，抱歉大家。不是啊，为什么球场上搞我们？为什么搞成变成没有想名字变成我们的错样？奇怪。反正就是呢，名字一样，好不好？看内容。Hello， 恩恩。
今年开始想明年的好不好？我今年开始想，等我明年会让你们看到厉害的部分。谢谢晨晨的大球啦！我明年，我今年开始想好不好？我现在超前部署，对，超前部署。没有，因为有时候这种事情很需要灵感，没有灵感就没办法，真的。有时候这种事情不是硬挤就挤得出来了。你没事，我都不知道名字，对吧？有时候灵感这种事情就是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哎，有可能哎，明年又不用自己决定了，明年要说我们帮你想好了这样。对啊，没有，我没有特别觉得好的名字，我想不到，我想了很多，我真的一直在想，拍照的时候一直在想，想蛮多的。我本来还想说什么，要不要叫什么？同心圆，或是原力崛起，或是反正就想了很多啦，反正就是各种都想过，但都觉得没有好的。我连我想了什么都忘记了，反正就是想了，可是都觉得没有很好，那就觉得算了，没有好到我觉得需要换掉这样。因为一步诗其实也不错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会比较中二一点。我想不到唯美的，但因为我觉得一步诗也不错，因为我觉得一步诗配起来我今年周历也还不错，所以就觉得没有就觉得没关系，所以这样比较实在。对啊，昨天十一点就睡了，好爽。我真的昨天超早睡，我昨天真的是吃完饭真的是立刻想睡。谢谢黄丸的一颗心，我本来还要发文，然后就是我就是开始超想睡，一个睡意上来很想睡。可能是因为今天休假吧，今天没事，然后就觉得哦，好像可以睡了。三部曲，二部曲，没有，我本来想叫二部曲，可是发现那是曲的吧，曲艺的吧。一部，不是，一部是去年球团取的，不是我取的。对，一部是没有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，那就是球团赋予我的名字，然后我觉得也不错。对，二部曲不是我的，二部曲不是我，但是因为一部是我就很想要二部，但是我想不到二部可以有什么。看一下显卡更新，今天会更新一成海龙。哲宽你好，今天会有影片。小杨还有浪客你好，没有，名字本来就不是自己取的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可能是因为球场比较忙吧。对，名字本来就不是自己取的。谢谢威尔乐气球。比快乐你好，呱呱哈喽，谢谢分享。周历越来越猛了，就是拍自己拍，名字也要自己取。明年会不会要自己排版？秋生万幸的我的观众，明年可能会说，哦，我觉得排版也交给你们自己排好了，这样你们的创意才可以比较保留。永远用这个说辞，明年会不会要自己排版的，好可怕哦。Julie 你好。对啊，拿到钱都传转，真的是自己装订，要自己包装。明天开始自己排版，好可怕哦！真的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的大家。真的爱过我，可你再也找不到借口。That's when we should let it go。明年的自己越来越夸张了，好可怕。老朋友哈喽，心不安却越沸腾，好想哭。对啊，我们好惨，找不到退路，在夜深人静里写着，心慢慢就越变冷。没错，自惨自笑。Party Link 你好，以后应该要先提案，先提案一下。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，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，但你却不懂。Let it go， 你的一切都让我雨太多，人人怀你好。
得自己想自己拍也没有不好，真的有好有坏，只是我觉得这个走向很不妙而已。我也语中哈，我觉得这个走向不太对，欧于西哈。但我觉得自己想自己企划这件事情没有不对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走向很匪夷所思。不然你要嘛的话，你要早点说好不好？就是这种感觉很像我来不及想了，那你们自己想这样。小荣 ，Hello， 欧于西你好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这样子没有不好，真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做法跟走向会，这个方向不太对。冰峰你好，我可以接受，可是可能不是用这种方法，还是要抱怨一下。以前不是这样，不是啊。鱼蛇少君你好，是蛇吗？启程哈，就去年的名字也不是我们想的、啊。谢谢冰峰的热气球。在以前，桌立应该也不是自己拍吧？我不确定。在以前，应该不是吧？可是自己拍可能有几年了，但是在更以前应该不是。Yes， 这个可能要问智智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以前应该不是自己拍的吧？越爱越是骗。我会不会被球团封杀？讲话太真实了，太诚实了，被封杀。志廷你好，硬要说裂缝不过是承诺，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？明天直接停止，不要把我的直播档流出去，我好害怕。月恩你好。自我折磨，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，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，浪漫让你温柔，也让你最惹人泪流。我还没有看到排版出来的样子，等我看到排版出来的样子再跟大家分享吧，因为我目前也还没有看到成品，就是还没有看到排版出来长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也不确定它排成什么样子，也不确定长什么样子，我再跟大家分享。等我看到的话，就封你好。我现在只看到封面照，跟你们一样，封面照我也蛮喜欢的。牵你手，若无其事牵你手，你像被动。对，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下单，虽然我不知道长什么样子，我不确定排版出来长什么样，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下单，好不好？ Will 你好，雨衣你好。如果在我原本的话，我应该喜欢，我蛮多人喜欢的。我觉得这次的照片是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有很多不同面向。因为以前我可能都是比较笑啊，或是就是装酷那种，就是只有笑或装酷。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摄影师有摄影师引导嘛，摄影师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次是有比较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谢谢月菜会喵，还是有规定，对，还是有规定。不会啊，我没有比较喜欢哪次，我都喜欢，都是我的作品，我都喜欢。我总是记得开始被浓烈爱的激动，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，慢了的却停不了，还在沸腾着，看时光任性。谢谢阿健的东西，谢谢一晨分享。为自我折磨，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。有阳光包围，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，浪漫让你温柔，也让你最惹人
还可以买的，当然要买啊，就是对我都喜欢，我蛮喜欢，但我觉得那个就是风格跟我唱这风格不一样，这样。海豚哦 ，Hello， 米雪儿你好，你应该 不差这50，如果他买500本的话，不500本太多，100本的话就差5000块。好像蛮多的哦，小风 Hello， 草莓酱你好，蓝蓝你好，秋人你好，怎么相聚而去？可是我觉得我的真的就是很，我觉得我的很真的很生活、欸。如果跟我就是看到其他人的话，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，但我就是我觉得我的着力完全没有商业感。对，但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，可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着力完全看不到商业感的感觉，就完全没有，然后没有商业感，也没有很 C 的感觉，对，因为我也不是在摄影棚拍，所以就完全没有商业感跟那个没有那种精致感，对，就是比较生活感，没有精致型，没有那种。就是不是看起来哇好精致那种，不是，就不是那种风格，对，所以如果看大家喜欢怎样，对，不确定，但我的风，我这次风格是完全不商业跟，对，哎、欸，你可以拿出来吗？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吗？花花买起来，隔天会浮在肩膀，为什么？很喜欢商业感，太生活感太好了，对。我也不是不喜欢商业感哦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很想试试看商业感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因为我也没有试过很商业感的事情，所以我也很好奇，如果我很商业感会变怎么样？所以我也不是说不喜欢商业感，只是我今年还是想走生活感，但 maybe 某一年我会走商业感也是有可能，或是我也会去创作商业感的东西也不一定。但是我。我觉得我今年是就是很生活感的。谢谢品一的热气球。怎么要买10本分送给亲戚吧？过年要送亲戚啊。2本哦，那你今年要买5本？的信仰不能吗？爱情怎么了吗？好渴望你的拥抱。阿红你好，小杰你好，依你。去年只买1本哦，没关系，你勇于承认，我原谅你。温泉蛋没有啊，我就是还是走自己的风格啊。好哦，谢谢硕婷，谢谢你，谢谢分享雨，谢谢平一的气球。不管我参与了什么节目，参与了什么活动，我都会走自己的风格。今天买10本，好，送给家人、亲戚朋友。慢慢加油，听懂？对，今年要补一下，要补去年的差额。自我感觉良好的信仰，不能吗？爱情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就算这样，一切只剩我想象。只买一本，只买一本也没有不好啦。去年只买3本，今年那今年就买10本。开始乱讲，每一个都乱讲。这瓶热气球开始帮大家规划一些数量问题。我是觉得这是一个。送礼的好选择，好不好？送礼的好选择，哎，请大家好不好支持起来？快要1点了，谢谢平宜的签子和陈德柱 ，Hello， 为你熬过的天空，可惜你忘了抬头看我，时间折磨人吗？爱情怎么了吗？
按到。Hello， 小姐 ，Hello， 静勇。为你而过的天空，最大功最大数字，你就是要我们就是要到极限的那种极致。时间怎么了吗 ？Hello， 米酒。诗雅本来就比我会吹周边呢，他已经习惯这种事，我反而很不习惯。你看，你刚刚说买一本很好，我也只能说买一本也不错啊。我本来就很不习惯这件事，因为他做偶像习惯了，他吹周边吹习惯了。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讲的话？对，习惯成自然，不像我就是吹也不好意思。至少要买三本哦！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很赞的，论我以后要用你这个说法，请大家至少要买三本哦，不然运费比多利贵哦。我陪你踏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你一个人，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对啦，一本也是心意，只是比运费比较贵而已啦。死心塌地，就算我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怀孕。运费不划算。只是骂我几句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确定。朋友比情人带走的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。三小可以啊。哇，好贵哦，800。那你要多买几本路，你多买几本才划算。对啊，我昨天听到我们那个公司妹妹的故事，她有觉得我是不是配合度太高了？我来跟大家分享。昨天林璇就跟我说，她昨天晚上拍业配拍得很晚，因为我们公司，因为我们那个以安那个妹妹，就是要拍个业配，然后一直没拍，然后因为那个妹妹说，那个妹妹一直不要拍的原因，是因为她说她三天没洗头。然后刚好他昨天去弄头发，所以昨天拍。可是昨天就是晚上11点才可以拍。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故事？我说他三天没洗头，他不会去洗头。为什么？我觉得现在的世界我不懂哎，我真的不懂现在的世界。我想说，啊，你也同意他，你不会叫他去洗头吗？这是什么世界？小雨还有小敏乔，我想说，是我人太好吗？到底？三天没有洗头可以是一个不工作的理由，痒痒啊！我真的傻眼了，我现在开始反省自己。对啊，我听了什么？我现在开始认真反省自己。谢谢不乐意，你好，我就是是不是我人太好，所以一直被欺负？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事情。Hello， 家居，卡路里你好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。埃及要买起来吧，老安家居很明显不是理由，没有，他真的这样，他真的这样说，哎，他就说因为他三天没洗头，所以不能工作，不能拍，不要拍。每次我都安安说哪一天我就哪一天，三天不洗头是不拍业配的理由，这样。那如果因为这样，如果因为他三天不洗头，然后所以安安要别的时间去工作，然后那就变成如果是我一直配合度很高的话，就会变成大家都在耍任性，然后我一直配合大家的感觉。我想说，我真的认真生气，我认真跟他说，你不会叫他去洗头吗？桃园人，因为妹妹可能没想那么多，我觉得不是妹妹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妹妹就是她就是这样生活，她没想那么多。可是应该是安安要跟她说，不行，我就是要拍你去洗头，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事情很奇怪欸。DK Hello， 对，我觉得不是妹妹的问题，因为我觉得妹妹可能欠教训。你觉得是妹妹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
耍任性的人就是因为都总是会有包容他的人。喵喵学弟鸟，没有人去教导他，没有人去跟他说。巨乳小祖祖鸟，妹妹当然肯定是小时候小孩子不懂事。闲闲没事 ，Hello。幸福就那么。妹妹肯定是小时候不懂事，可是她以前可能没有这样子，没有对她以前可能没有在这样子环境工作，她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，这样她习惯了大家配合她这样。安不想当坏人，对啊，安就是包容姐，风林火山哈，对啊，我觉得她应该要跟她说你啊，不行吧，你我这么晚拍，因为这么晚拍的话，我觉得工作状态也不好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就是晚上十一点拍业配，然后说他拍超久，拍就没有到，就是可能没有到很久，可是就拍到很晚。对啊，那你这么晚拍也不好吧？就是不行太慢。就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听起来，我觉得经纪人也是要做一个管教导的责任吧。对啊，生涯，因为安安可能也没有当经纪人的经验，然后一直以来他跟我都是我一直配合他这样，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，我不会说哎、欸、我没洗头，我们晚一点工作，不会，我一定都会让事情在正轨上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这是经纪人应该做，我说你应该跟他说他要去洗头，是什么奇怪的理由？害我生气一下。虽然妹妹可能 case 比较多，对，我没教好，对，所以我说我没教好啊，所以我才会说，因为安安第一个当经纪人就是找我，除了他姐之外，他第一个艺人是我，所以我会觉得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配合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。当一个经纪人，我觉得啦，那因为安安也跟我说他好晚很累，所以我觉得他也要去面对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，因为他纵容他，所以他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，这是你也要面对的问题。谢谢小鸡蹦蹦，幻影杀神哈。从这个故事，大家可以学到很多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在工作上也是这样。如果你们遇到了就是无理的人，你们一定要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样他如果想，他现在就是很多艺人啊，他现在有我陈思雅还有以安呢、欸，很多艺人呢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工作太少，不需要管睡眠时间。你说我工作太少吗？确定吗？确定要这样乱呛吗？你不知道我现在多忙吗？小明 ，Hello， 环环你好。只是我的工作不是他给的而已，但我现在很忙。用你最开你，我依然留下。奇异人 ，Hello。那瞬间是什么？听完这个故事要学做一个任性的人，也是可以啦。对，听完这个故事发现做任性的人比较幸福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角度也对啦。谢谢 Hello 匿名的奇异人，你好。可是你知道这个故事里面只有一个人开心耶，我跟安安都不开心了。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你的光，因为他很累，就没办法处理好我的事，他没办法处理好大家的事，因为一个人任性会影响到很多个人，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串联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匿名的热气球，怕爆 ，Hello。证明这份爱有多不对，我对着你如此漆黑，忍住疲惫，眨开眼。没有，因为我也认识，因为我也很跟以安很熟，所以我知道以安他不是，应该怎么说，他不是故意这样。启贤 ，Hello， 所以我觉得我知道他不是故意这样，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人告诉他。虚幻 ，Hello， 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很红了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本来就这样，他不知道这个社，他还没有出社会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现在奇缘的热气球，其实他还没有真的出社会，可是他已经收获了很多名利跟金钱。我觉得这是现在小孩很可怕的地方，
就是他甚至还没出社会他就收获了名利跟金钱，他不知道怎么跟社会相处，然后他觉得很多事情信手拈来这样。对啊，就是所以我觉得大人更应该要教他。对，通常挑铁板台的他现在就有一点小小踢到铁板，他现在的工作就有一点小小踢到铁板，所以他现在就有比较挫折的时候，可是我觉得反而对他是好事，我觉得应该要这时候应该好好教他冰封他了，所以我才会说我觉得不是他的错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两个安强朋友没有不合，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人都没有不合，我们公司的人都很和善，那怎么说，我们公司没有什么问题。对啊，就是但就是我们太好了这样。在讲谁？没有，在讲一个最昨天听到一个很扯的事情。飞儿 ，Hello， 星夜你好。对啊，我有出过社会，你就会知道你要配合很多人，不是只有自己。可是，对，会不会其实当个任性的人比较好嘞？开始走歪了我，Hello， 还是我也当一个任性的人？请问他们认识哪些年轻人？他这样。有一些妹妹也会这样啊 ，AKB 的妹妹就是以前就会觉得，跟他们好像不是那个沟通不是很顺畅这样，因为大家的想法不一样。阿中 ，Hello， 易你好，你会发现真的就是会有代沟，会不一样。对啊，过度配合不是好事，我们不要学了。我们还是认命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是认命就好了。没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？餐厅工作，对啊，餐厅工作有遇到过啊。我就是不止啊，就是我觉得妹妹们都这样，就是他们的想法跟我们已经不一样。拿着爱的号码牌，信收到吗？还没。突然想到还没，诗雅前几天去公司，然后他说他我的东西太多了，他没办法帮我带回来，他只能带回有时效性的东西，所以我还没有拿到信。饭堂 ，Hello， 阴天傍晚，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。谢老乔热气球。向左向右向前看，哎呀乖气。乐天女孩的妹妹，乐天女孩的妹妹反而比较乖耶，真的。K 位你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？五分钟后开卖，大家记得下单。没有，我讲的就是事实。乐天女孩妹妹比较还好。因为乐天女孩是一个太大型的社会，你进去之后就是得配合这个世界的规则，所以我觉得乐天女孩的妹妹不会，乐天女孩的妹妹没有这个问题。受伤害，我等着路，梦的路口有点窄，我遇见你是最美丽。对，直接被电爆。AKB 听 TB， 我是觉得因为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工作，没有那么多可以看出这些事情的，没有那么多可以看出这些事情的地方。这样讲会不会很坏？事实吧。Singing Chan 就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可以看出来这些事情。没有啊，因为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我刚刚讲 AKB 没有讲乐天，就是这样啊，因为我们一进来就是急战啊，你就立刻要工作啊。可是没有，我是呛公司，就研究妹妹们都是研究生，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工作啊，不是吗？对吧？因为就是妹妹们，他们就是真的没有被用啊，没有被工作啊。可是因为乐天是你一进来就是工作啊，没有分什么学妹学姐，没有分研究生，你进来就是工，就是要立刻工作啊。对，对啊，他们就是研究生也没有干嘛，
研究生就是上课啊，拍拍升学。从来没想过不能再和你牵手。对啊，上课拍拍升学需要什么社会化吗？也不用吧。我觉得这是公司不对啊，公司不对，没有好好运用大家。一切都是我哦，对啊，完了，现在连升学也没有了吗？对啊，我们是立刻上线工作哎、欸。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，我知道你还是爱他、哦、可能是我讲太快了，梦想很厉害，理由我们都已接受。谢谢平原的气球，妈妈加油，这是记得要买桌椅哦，可以的吗？我分享，我知道你还是很想我，才会在离开时闭着眼研究生组。没有，可是日本至少研究生也有一些工作啊，也有一些，也会有公演也比较多吧，也会有演唱会啊，日本还是比较有在工作啦，比起来。放风哥 Hello， 俊安你好。对啊，像 TTP 的金流没有问题吗？我很怀疑。不能再和你牵手，委屈时候没有你。不会，我有工作。好哦，记得桌椅买起来，一本也是支持哦。太过骄纵，为你挥动，一直哦，真的、哦，哎，既然汇率差不多，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。那你就是今年也适合买多一点的。没有吧，日本不一样吧。 TP 为什么出演电视的机会这么少？因为台湾本来就没有什么电视机会啊，其实谢谢乐球，本来就不好做。其实又加你好，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过，也不能怪他们啊，我人也是蛮好的。我多希望你还在我左右。礼拜六还有阿悲伤的单曲会上线哦。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，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，所以 M 妹要买几本？是闭着眼没有回头，我以为我会好好过，不让这。我现在不知道桌里的出货日到底是什么时候哎、欸，因为我就在想说，如果我们办聚会的话，要不要办在桌里出货之后？可是万一他很久之后才出怎么办？啊，你买别人的？因为如果办在桌里之后的话，就可以帮大家签名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写他什么时候出货吗？好难预估哦，我记得他是写一个区间，是不是？12月15，对啊，可是又办好久哦，这样又好久。我本来是想要11月办，还是算了，之后再办一次。桌历之后明年再办一次。可是去年有提早出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有提早出，没有吗？谢谢浪的庆阳。没有，因为十二月我不想要十二月办活动，是因为十二月一定很多人办活动，我就是不想跟大家一样。这十二月圣诞节有什么的啊？真的假的？晚出哦。多希望你从来不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、哦、爱我的话也要回答，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，
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、哦、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只等你。阿姐也要出桌历了，阿姐是不是还要办握手会啊？我还有看到，谢谢巴拉的红玫瑰。听不见，大家去下单佐里哦，耶、yeah ！我的日记却平炎炎，落叶掉得太远太远。多喜欢你，从来不会说，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？我本来也是要十月底啊，没错，我本来要十月底，只是我昨天又突然想到佐里，结账结起来。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，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、哦、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只等你等你一句话，走太远你走太远你能回答。好紧张哦，结账了，结账结起来。对啊，就明年再办一次就好，可能是这样。好，我想一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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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盖瑞你好，小花 hello， 小热你好。哒哒哒。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，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。爱我的话给我回答，我只等你等你一句话，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听不见。会不会太快？你等我公布再买。分成几次、哦、真的、哦、一次买很多不能刷日本信，为什么？日本信用卡有限额度是不是？谢谢世界红玫瑰。哎，妹没有买哦。爱我的话要回答。Hello， 西兰，个人握手会，好好好奇他怎么想办个人握手会，好特别。Fly，Hello， 阿郎你好。真的不要写剩余数量，谢谢平安的气球，真的不要这样，谢谢我玫瑰。现在别再犹豫，躲进我的心，谁能够找到我，在人群中流浪等待，来找我的轮廓填满。谢谢樱花雨菲菲，谢谢温暖浪气点。会不会以后的都不会写剩余数量？谢谢胖峰哥的红玫瑰，朱怡珍你好。对呀、啊，若这样的话就太好了。不写比较好，当然啦、啊，当然不写比较好啊！为什么要陷入这种无意义的竞争？对不对？你若能走，现在别再犹豫。当然，球团要有会有数字，当然是他们自己会统计。
没有必要。对啊，就会不会讲一讲明天又公开？终于要换班了，恭喜家驹，终于可以睡觉了。将我的糖果填满。周末不够货送人了，那需要我帮你带几本过去吗？你让我值得存在，你爱我西雅，你会不会慢太多拍了、啊？就预购完数字，对啊，会不会预购完数字又出现？我的城堡填满，谁想要找到我？多么希望拥有。奥努大哥你好，对啊，梦想。做了一个所有反应呢。存在。Hello, E, Hello, 阿伟你好。现在是被我拉去了。不是啊，很好啊，可是现在会不会太慢慢拍了？过了多久了？天平音乐上面没有。你这个心得很慢呢。拉拉朗 ，Hello， 我这里还有几本呢，需要我帮你带去吗？谢谢分享。去年我很紧张，去年很紧张吗？去年一开始我们还没有那么激烈吧，是不是？现在评论下面没有。去年是因为开始有人登，有人在那个叫什么？有人在统计数量，所以才开始，不是吗？长腿亮球球零八八你好，谢谢平的红玫瑰。想太多，对，去年可以看数量。没关系，我懂。谢谢 Little Sugar Seven 的热气球。亮数字就是 AKB 伤法，可怕的 AKB 伤法。什么烦恼都没有。去年好像后来很紧张，前面还没有那么 care， 后面很紧张。相爱就是说一百次对。经典力前三名，如你哦，前三名不可能的、啊，前十就好了。当做手榜一样，前十就好，真的前十就好，拜托。今年还有很多新人呢。我没有施压你，然后白蜡，谢谢白蜡的支持。我还是我自己。前上好像对啊，应该不可能，前十就好。因为我爱，我也不想要逼迫大家。我也不想要买很多，前十对啊，去年没有，去年我也卖得很好哎、欸，去年我卖得不错哎、欸。偷买了本咖喱了，好吧，你看我让你多买一本，很好吧？去年忘记第几名，但去年卖得不错。这个坏掉的世界里有你抓紧我，黑鸡长大就是说了一万次，去年卖好，对啊，一万次去年卖好，对啊，忘记去年多少，把我变成你，哦，第七名，对啊，去年人比较少，第七名，今年第十名就好。不要让你失望，不会啦，不要让你失望。你想看到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小鱼 ，Hello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爱你。
走莫少，对，走清新路线，没错，平一。希望你们会喜欢清新路线。我应该算是蛮比较特别的路线。就是说一百次对不起，对啊，真的很奇怪。没关系，多少的泪水都没办法把我变成你。懒懒，我没有跟懒懒比啊，懒懒是因为他是懒懒，他才可以做这样，他才可以做这种事，因为他是懒懒。你以为任何随便的人都可以在封面斗鸡眼吗？只有懒懒可以做这件事，好吗？我还没有到他那个程度，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，OK？ 不要总是好高骛远 ，OK？ 因为我爱你。对啊，你就每个人的背景，然后程度、资源跟身世都不一样，不要那个好高骛远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还有多会、欸。好宝粉丝你好，对啊，自己的风格这样。如果说这一生有一件事最幸运，但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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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自己的，对啊，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比较重要。十元悠游卡数量仅是都会问，什么意思啊？悠游卡数量，悠游卡还有分数量。大黑，大黑应该是，尤其现在又存在的，不知道明年大黑会，尤其现在又存在的，不知道明年大黑会不会在的这种不安因素下，感觉大黑应该是第一名，应该轻轻松松第一名。XTX 你好。希望明年还有大黑。哦，太好了，肯定会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没有内线消息，我不知道。Big Banana 你好。面对面的我们，画面很安静。我默默地听你连抱歉的决定，你希望我放下这一段感情，该如何解释年轻曾经走过的风景，停留最久的是伤心，要怎么云淡风轻过事情，只要多少你想起，你不会红了眼睛。突然没有你怎么适应？我的难过很小心，所有情绪归零，没有那表情。每年都有一张啊，今年有印比较好吗 ？Pocket 三是什么？悠悠 ，Hello， 微轩，嗨。久不见，剩下的蝉鸣伴随无影，回到当初勾着手。黑鸡很幸运，黑鸡不是在那个散包装里面。猪猪 ，Hello， 青伟你好。旅途上有不确定。真假的？不确定。真假的？今年还涨价、哦？真是不行哎，还乱涨价。听如初恋的声音。要怎么云淡风轻关于爱过？大叔才不会做这种事。Hello， 秀 ，Hello，REG。
事都会安静。哦，你是木盒的，我以为是一包一包的。今年的我的周边要售价比较高，会不会是今年普遍都变高啊？大家都变高？要怎么云淡风轻？哦，变少了。搞不好我觉得是整体都变高了，也有可能。我都不想说，不好意思说。哇，你好厉害呢，赢了耶！哇，你好厉害呢，赢了耶，赢了耶！你担心。我人气有提高，真的吗？还有机会买到女孩卡？应该没有了吧？可能会有一些散包装的。美美 ，Hello。哎，对耶，狼哥去哪了？狼哥不喜欢云溪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香片哦，香片。香片也是今年蛮特别的周边的。梦想要上课是吗？上课加油！上课是吗？上课加油！橘子叔叔你好，我爱着你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哎呦，不愧是狼哥。你差三张起，差哪三张？哈喽姐，香港见，我的价格都比较贵呢，真的。起司哈喽九八七问你好。没有什么非谁不可，要让自己慢慢成长，慢慢放下。九八七问你好，你的头贴是虾皮是吗？安子 ，Hello BTW 十秒，谢谢热气球，谢谢安子的热气球。便宜的热气球，这个坑应该是开心吧？被坑的开心，好好抖 M 哦。这些年的手，热心的作弄。哦，懂懂意思，数量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咖啡露鸟群里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我尊重大家，大家玩自己想玩的就好。这样讲起来，我去年感觉人气很差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年人气很差吗？熟悉着当时的我，深刻的爱过，我难过，我懦弱，不要笑啊，鬼。现在的我勇敢分享。
前年人气更差，前年好惨哦，前年真的很惨。橘子出现的分享，你这样分析蛮对的，一场。最爱的在疼的终究。是啊，有进步，能进步都是好事。最怕就是太快就没有进步空间。没带球因祸得福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没带球因祸得福，哎、欸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那个前天雨汉的球衣也不见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算了，他就很难过，一开始很难过，就说还是你也去跳 Kiss Time， 你可能会爆红，然后还是你也去跳 Kiss Time， 你可能会爆红，然后还是你也去跳 Kiss Time， 你可能会爆红，然后爱爱的再痛的学不会离开，明天不会开播，明天有点忙。明天不会开播哦，没有。但是这几次没球衣没不对的人都有找到解决方法，因为我是主场白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刚好我比较，我就是注定了，真的命中注定。怎么没去跳？没有，因为下半场换衣服他就可以跳啦，所以他不用离开，他可以跳半场，对。最近好几次，因为最近补赛很乱，好几次就是有几次都有人。最近补赛很乱，好几次就是有几场，但是都有找到解决方法。啊，我是因为我那次是主场白，就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没东西换。如果有可以换的，就是会想办法换。但是我那次是真的完全，对啊，那真的注定的，真的命中注定，真的无法。谢谢大家分享。还有瑞，对没？我们就在那边说，请应该要发两套主场白，对，上半场没有，对，然后我们下半场换衣服，他才可以跳。在明里聊，那刚好有衣服，他才可以跳。如果没衣服，他也不能跳，不能跳。你在的世界。不会很靠近水星，又想 Hello， 詹明明。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这几年我的打拼。对啊，都来不能，真的会很难拼。对啊，都来不能，真的会很难。每年会给新的，因为赞助商会换，所以每年都会给新的。有时候季中就会换了，因为赞助商不一样。好，今天播到1:30，好了，差不多，来一个。这首完再一首歌。Hello。如果你也变成了羊群，如果你也变成了羊群，未来多美好，不想要。对呀、啊，谢谢小朋友，他很会跳，他很会跳。需要你，需要你陪伴。
你陪伴我，好想要你，想要你，想要你陪着我。后天我还不确定时间呢。后天不确定，我再跟大家说。等来温柔，小鼠吗？陪着我，我想要你，想要你，想要你陪着我。再来二九在香港。谢谢你永不放弃元宝，多买几本哦。Hello， 吉米周，小心肝大铁你好，陆大大你好，在通的在通知大家，因为结束的时间我不确定。回忆空中游来游去，集合时间也不太确定。Hello， 球场认得出理事长，什么意思？噔噔噔噔，先念一下钻石吧。谢谢本场榜第五名黄花，第四名家居，第三名维稳，第二名全全，第一名是莫莎，立刻都在吗？大家要记得续曲买桌历，谢谢露，香港见。你有超过你的运费吗？如果说你是遥远的银河，分了一些毛巾，不是买一组就好了吗？毛巾要买多少组？太露了。然后到自己卖毛巾的时候就说啊，毛巾要多买一点。我可以看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，影子追着光梦，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看有我看我为你抬起梦游，我看我为你抬起，记得去买桌历哦。看我为你抬起，记得去买桌历哦。下单桌历 Go Go Go， 一本也是支持2024年，让一步步诗继续陪着你，一步诗继续陪着你。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，因为你有梦可做。对啊，欸，可以每个角落都放，厕所放，客厅放，阳台放，放阳台放，还有哪里？房间放，到处都可以放。就是管理员给他一本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麻烦大家购买桌历了。心彩虹，唱完这首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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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歌怎么那么长？哎，刚好有红包哎。James Chen 你好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
久不见。阿薛最近比较忙是吗？方伟还有卡吗？既然我以为今天没有卡。每当我以为今天没有卡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好啦，刚好发一包结束。有抢到吗？135，谢谢玫瑰，大家拜拜，请大家记得去购买2024年桌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晚上有 YouTube 哦，看一下十元见，拜拜，拜拜大家，真假的，既然有。